高雄春天艺术节兔宝宝大闹交响宴是由知名的卡通影片利用影像结合交响乐为主要的表演方式，非常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聆听不一样的交响乐。孩子们他是从看这一系列的影片来学习那个古典音乐，所以呢这个音乐对孩子来讲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兔宝宝大闹交响宴草地音乐会是一个让民众以轻松的方式来体验古典音乐，摆脱一般进音乐厅的拘束，改到草地来举办，还让民众带青石进场，一边享受青石，一边享受美妙的音乐响宴哦。他选的这一系列这个卡通是因为这个卡通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很多的古典音乐，然后包括很有名的作家像巴格纳、柴可夫斯基等等很有名的古典作曲家。那希望说这个节目呢，他可以孩子跟家庭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知名指挥家乔治多尔蒂在2月24号演出前到达高雄，就和高雄市交响乐团彩排，为了就是要让表演当天能够顺利完美。记者郭俊廷高雄采访报道。